但是他来的有一点早，这个舞一定要千分之千契合的人。所以刚刚 Jessica 让我去跳舞，我否决了，我跳不了。我本来就冲跳舞去的，我一看这舞非常难跳。可是你是师姐啊，你不可能跟 Jessica 都在一个队里啊，你要带队的。我没说我要跳。哦，我知道，我知道，我以为你要跳呢。Do you think it's easy or difficult or normal? I think it's quite difficult. 哇 ，Jessica 连 Jessica 都说 difficult， 那真的 very difficult.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it. First one is very all feeling and like sexy and like things, and then suddenly it's just like you know very different, and you know you have to know how to do both. 又要柔又能刚，又要刚，其实刚是最难那一趴。来，我看一下，一、二、三、四，还缺一个。谢谢。英子，我跟你说个事儿。这个舞不合适你。没有人更合适了，姐。没有人跳舞了。先等一下。不要着急，一切皆有可能。好。我觉得宁静姐自有安排，因为她是队长，但是我可以去跟她商量，跟她争取。Maybe she's also really difficult. Like somebody who can take the challenge and really, you know, make it. 我叫小猪。哇！Jessica, I think I can afford it. I think I can.杰斯卡，他不愿意，我乐意，我可以的。我们约定好的第一轮，跟你一起，你教我跳，我们一起。如果现在能跳的全去了这儿，这个三个人怎么 hold 这个？就是一个带一个吧，不行。唐诗逸特别需要去这儿，我觉得我可以，我都可以。诗逸来了，我这儿。想去哪儿？这里试一下。我觉得我可以力学。我们是要取舍的。保这个舞吗？那就全都去这里，就能跳这几个全都去。我觉得要保 OK 哦。哎，对吧？全都去。我们先排一下，好不好？先排一下吧。薛凯琪那么能唱，不是薛凯琪，梦中人，梦中人。不，没有挑战。薛凯琪是去这里，我不是梦中人吗？哦，你要去梦中人啊？文文，你要去哪？我都想，你看吧。文文一向都是说自己行的，但是我是不行，我是真的不行啊！你别把我摆开。文文这个跳唱跳肯定不行。你说你行，我们也会说不行。对，所以其他随便你们摆。啊！我不管。你要管，你要管，你管。我歇一会儿，我歇一会儿，我歇一会儿。静静，我真的挺想有一点。我知道英子，英子，你坐下来，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也想要那个舞，来的太早了。要不你跟杰斯卡一组，我去那个观美的跳的或者什么？我现在又是唱演，现在没有办法，没有位置了，太难了。但是我们之前说好了的，就是要以这个团队和这谁最合适为主。对，是的。我坚决的就是认为英子姐姐没有合适唱跳，虽然英子姐姐能唱能跳，她不适合这个，有比她更适合的。你呢？我不知道，怪美的吧？她拍出来有风就好美。真的假的？肯定。行啊，那你去我就去，这个吧，三个人再加上，我觉得挺酷的，可以啊，酷啊，没有任何感受，这个我真的没有任何感受。你想要啥感受啊？不是，我不懂，我不知道怎么。有娜姐带着你，你就可以。有娜姐带着你，你为什么不可以呢？可以。